刚到西藏，这里的导游跟我讲说，这里的东西不讲价不包邮，千万不要跟他们讲价。那么今天我就试一试。啊，这我问，这是啥化石？这个也小吗？里边不小，它这个小块的小。对对。嗯。这个倒是。这个不小。我不知道啊，你要拿哪个了？我要拿这俩20。啊，这俩20，它一开始是一个20是吗？哎，这个30是吧？30。哦。哎，你来这个，你要不要？这个小龙柱啊，这个。完，你再要个这个。20、20、40呗。对。行，留个纪念吧。行。来。行不行啊？支付，哎对，哎、嗯，一共40啊，过来了，谢谢你啊。